친구는 대만에서 온 친구고요. 헬리스 팬이에요. 잘하세요. 하이, 니호. 안녕하세요. 저는 14번 오사근입니다. 名字有点奇怪. 중국 名字叫 우스징. 우스징. 대만 사람입니다. 스물 초사입니다. 반갑습니다. 谢谢.所以今天有准备什么个人表演展示吗？ 你喜欢的成员是 Harry。 最喜欢的是 Harry， 周敏也喜欢。所以我是第二名吗？没有啊，一样喜欢。一样喜欢。对。为什么会喜欢 Harry 啊？就是一个人在韩国打拼，然后而且他很多才艺，又重点是他也很开朗，就是我很喜欢很开朗的人。对。 所以你的性格是开朗的性格吗？还是开朗啊？哦，开朗的吧，应该吧。所以 Harry 平时很闹哎，我知道。那你们俩在一起的话，你觉得这样很好？如果他很闹，我很安静，不是没有反应，很无聊。哦，对啊。我觉得 Harry 很喜欢你。真的吗？那要选我。Harry 是这个有钱组的代表。<笑>对。所以他能使用的金额比较大。哦。 如果跟他一组的话，你最想享受的韩国之旅中的一项是什么？最想一项而已哦，你想我想一下，韩国之旅哦，那我还蛮想去釜山啊，或是济州岛，因为那里也还蛮多韩国人都想就是很想去那边旅游嘛。我想去看看，然后可以的话，反正他是有钱人嘛，我可以搭游艇啊，然后想坐船去，还就是比较奢华一点。那其实我也还蛮想去那个叫什么？ 江原道那个高空弹跳，对，就是想尝试看看，我没跳过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辛苦了今天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